大家好，欢迎来到文昭思绪飞扬。在20世纪60年代，北叙利亚的一个古城废墟里面，发现了一封求救信。它是这么写的：我的父亲，敌人的船来了，他们烧毁了我的城市，在我的国家犯下了滔天罪行。难道您不知道吗？我的所有部队和战车都在赫梯呢，我的船都在卢卡之地呢。愿我的父亲知道这一点。敌人的7艘船正在逼近，我的国家岌岌可危。这封信写作的时间是在公元前1190年，写信的人是北叙利亚的城邦国家乌加里特，他的国王叫阿穆拉皮的这个人，是写给塞浦路斯国王的求救信，是希望塞浦路斯国王能够派出援军拯救他。而这封10万火急的求救信事实上并没有发出去，敌人就已经攻进了城市，他们屠杀居民，放一把大火烧毁了城市，居民们只好仓皇出逃。出逃之前，他们把自己的财宝埋在地下，希望有朝一日还能重返家园，但是他们再也没机会回来了。直到3000多年以后，考古学家们挖掘出了这批财宝，也在乌加里特的废墟当中找到了这封求救信。青铜时代的标志当然就是以青铜来制造武器和工具。现代考古学家把人类的历史按照使用的工具啊分阶段，分成石器时代、青铜时代和铁器时代。青铜时代在地中海地区是起源于公元前3300年，也就是距今5000多年以前，终止于我们今天讲这个故事的时代，公元前1200年到公元前1100年，延续了2000年。是人类很长的一个时期。那这一段时间呢，像希腊的麦西尼、赫梯、巴比伦、亚述、米坦尼是地中海沿岸最为繁华的青铜文明国度。要知道在同一时代，在中国也存在着两个非常繁荣的青铜文明，就是中原地区的殷商和四川的三星堆。考古发现三星堆文明通过古代南方丝绸之路和地中海南亚一直保持着非常密切的交往啊。这个古代南方丝绸之路又是个什么东西呢？它在古代的名字叫做蜀申毒道啊，申毒呢就是指当时的印度，或者叫茶马古道。它是以成都为起点，经过川西的雅安、庐山、西昌、攀枝花，到云南的昭通、曲靖、大理、腾冲，再进到缅甸、泰国，最后到达印度和中东，全长2000多公里。在广州它可以换成走海路，所以古代南方丝绸之路也是陆地海上都有的。这条贸易通道呢，就比我们非常熟悉的从中国西北出境，然后再到东欧、南欧的那条丝绸之路更为古老。要知道在距今4000到3000年前，这些古代文明之间的联系啊，比我们今天大多数人所理解的要紧密得多。大家发现没有啊，那个时代人们没有什么地理概念啊，为什么这些远隔千里的文明之间还能建立起联系呢？从埃及到中东再到中国的四川，有人发现了这些古代文明都位于北纬30度到40度之间啊。那有人认为这就是一种神秘的安排，也许是来自于外星文明的布局。其实要我说呢，这事儿还不一定真扯得上外星人啊，因为这些文明其实它都处在农业的传播路径上。农业是在6000-7000年前先出现在两河流域，往西传播呢就是北非的埃及和这个南欧的希腊，往东传播呢就是印度北部和中国的四川。这个纬度地带它的日照时间、降雨量比较接近，所以农业农作物都是沿着这一个地带向东西两个方向传播的。所以这也就能够解释为什么三星堆出土的一些文物看起来有两河流域的苏美尔人还有埃及人的影子。三星堆出土的青铜头像里有些是贴着厚达 0.2 毫米左右的金箔，而金箔这种工艺在当时的中原殷商文化当中那是完全没有的，但是它在埃及和两河流域很流行，所以这种工艺啊，应该是从地中海传入到古蜀地，传入四川的。另外三星堆还出土了一根金箔包裹的黄金权杖，用权杖来象征王权在中原的概念当中也是完全没有的。但是古埃及的法老一直很钟爱黄金权杖，它也被三星堆人所接受。所以从埃及到苏美尔再到三星堆，你看他们更像是一个文明体系，更像是一棵树上分出来的树杈。那这里呢倒不一定有外星人什么事儿，外星人也有可能干预过人类的文明，这些故事咱们以后再讲了。
中国的黄河流域呢，它的农业是单独发展起来的，所以黄河文明它和从埃及到三星堆这个文明就不是一个体系。中原的青铜文明一直延续到了秦末汉初，然而三星堆文明在地中海文明终结的同时，居然也一起神秘地消失了。这些盛极一时的文明，它怎么会在短短100年左右的时间里就一起人间蒸发了呢？我们先来探寻一下古代地中海青铜文明终结之谜。乌加里特的灭亡啊，它是地中海青铜文明终结的起点。然后呢，在90年左右的时间里，是一个接着一个，地中海沿岸最为发达的那些文明地区，像希腊的麦西尼、赫梯、米坦尼、巴比伦，是在一个强敌的攻击之下，先后灰飞烟灭。亚述是龟缩到了尼尼微，埃及则选择决一死战。那么请问这个强敌是谁呢？他为什么要这么做呢？翻开文献，我们会发现一个奇特的名字，海上民族。我们这里呢是把它称之为海上联盟吧，因为组成这支大军的人是来自于不同地区、不同民族。公元前1176年，海上联盟分水陆两个方向入侵埃及。当时埃及的法老是拉美西斯三世，在拉美西斯三世神庙所留下的文字记录当中，记载了法老抵抗这次入侵的战略。法老并没有直接和海上联盟交锋，而是用了诱敌深入的策略。他是在尼罗河三角洲沿岸的地带埋伏了自己的弓箭手，当敌人的舰队接近的时候呢，他的弓箭手射出了带火焰的箭，于是就把敌人的舰队点着了，海上联盟的船只被火焰所吞噬，敌人四散逃窜，大部分人被埃及人俘虏或者杀死，来自于海上的入侵就这么被解决掉了。埃及人又用类似的办法解决了来自于陆地上的海上联盟的入侵。这个海上联盟它没有留下任何文字记录，他们是谁，长得是什么样，我们只能从他的对手那里去了解。很幸运的呢，就是拉美西斯三世取得巨大的胜利之后，把这个战争的画面画进了神庙。在当时看来呢，埃及人对海上联盟的描述是这些人打扮的五花八门，来自于不同的地区，他们没有明确的领导，也没有战略目标，只做一件事情，就是烧杀劫掠，乘船打劫了一个又一个的城市，沿着地中海走了一圈。他们实施的呢，就是三光策略，烧光、杀光、抢光。这种行为啊，它不是有组织的国家行为，它不是一种理性的政治行为，就是海盗的行为。这个神秘的海上民族大概是有史以来最早记载的海盗，而且战斗力超强。虽说拉美西斯三世把埃及从危机当中拯救出来，但是这场战争消耗也太大，以至于后来法老修陵墓钱都不够了，给他修陵墓的工人呢也得不到足够的食物，居然就罢工了，所以呢，最早的海盗是间接引发了人类历史上最早的罢工，也挺有意思的。地中海沿岸的海盗，他所劫掠过的那些名都，都化为灰烬。希腊是退回到了小型村落的时代，不再有像样的宫殿，城市也衰落，手工艺品大量减少，所以沿着地中海这样一个繁荣的贸易体互相依存的这个经济网络就彻底瓦解崩溃了，青铜时代就这样落下了帷幕。其后几百年呢，被称之为黑暗时代，也非常缺少历史记录，大约要到400年以后，记录才更加丰富。这时候人们已经迎来了铁器时代。现在考古发现青铜文明终结的那个时代，在土耳其、希腊、叙利亚的土层里面都有很多被火烧过的痕迹，可见这些海盗的破坏力爆表啊。地中海青铜文明的陨落也不能只归结于海盗一个原因，文明的衰败嘛，它经常是内因外因共同作用的结果。比如希腊的麦西尼文明，它的衰退呢起自于内部政治斗争，后来呢又遇上了地震和干旱，再加上时运不济，有海盗入侵和北方多利安人的入侵，使得麦西尼文明陡然终结。地中海青铜文明的终结和它时代相接近，也是在公元前1200年到1100年，几千公里之外的三星堆文明它也解体了。考古学家呢没有能够找到天灾的证据，所以这个三星堆文明的终结应该不是消失于天灾，它和地中海的这群海盗扯得上关系吗？你还别说，真扯得上关系。
这里的关键在于三星堆和地中海两个地区，它所使用的青铜来自同一个矿源，请大家记住这一点。三星堆出土的青铜制品当中，含锌量很少，但是呢，有一定比例的铅，而地中海地区的铜矿呢，也是有少量的铅，同时基本不含锌呢。而四川出土的铜矿呢，恰恰是不含铅的，中原地区的铜矿呢，又是锌含量比较高的，这也就是说，三星堆所冶炼的青铜的成分，它更接近地中海。大家清楚这一点了吧？那谈到青铜制品呢，就涉及到一项非常重要的资源，就是锡矿。如果没有锡的话，铜矿石它只能够冶炼出黄铜，但加入锡以后就可以增加硬度，冶炼出青铜。通常配比呢是黄铜和锡的比例10:1，青铜就可以锻造成各种各样的有杀伤力的武器。毫不夸张地说，锡在当时就像今天汽油在整个工业社会当中一样重要，是关键的战略资源。公元前1200年前，四川和中原地区要知道都没有锡矿，离三星堆最近的是云南锡矿，但是它是在三星堆文明消失之后500年才被开采的。那么看来看去，在阿富汗北部巴达尚赫地区的锡矿就是那个时代离三星堆最近的锡产地了。就像20世纪中东的石油，锡矿是全球青铜文明的国家命脉。那么三星堆当时最有可能就是从阿富汗进口锡。再加上前面所说的，三星堆通过古代南方丝绸之路和地中海维持着紧密的贸易联系。于是我们就可以设想三星堆文明它的发展脉络。它是从地中海进口铜，从阿富汗取得锡，再通过南方丝绸之路运进四川。当地中海青铜文明被摧毁以后啊，整个贸易体系也就崩溃了。三星堆文明所在的古蜀地区，它就缺少货源啊，就缺少了青铜原料，因此呢，就不得不省下一些，所以也就不得不节省一些，做小一点的铜像。贸易体系的崩溃呢，也导致蜀地的丝绸缺少买家，三星堆的财源就受到了影响，富有的三星堆人于是遇上了罕见的经济危机，再加上三星堆人内部早已经存在的冲突，外部危机的突然到来，让内部冲突爆发得更加猛烈，于是三星堆人发生了分流，一部分人南下，在今天的四川成都开创出了金沙文明。根据考古发现，三星堆人在离开之前举行了大型的祭祀活动，还故意破坏了祭祀用的铜像。这个金沙文明呢，能够明显看出它和三星堆之间的传承关系，只是金沙文明的铜像尺寸变小了，也就是表明青铜生产的规模变小，原料比较紧张了，这个金沙呢，看起来就更像一个缩小版的三星堆文明。至于其他的三星堆人去了哪里呢，也许要依赖于今后更多的考古发掘为我们解开谜团了。今天的故事呢，就到这儿，从中我们能学到什么呢？就是一个资源中心化的文明啊，它十分脆弱。3000多年前，从地中海到古蜀国，严重依赖有限的几个锡矿产地。一旦资源断绝，灿烂的文明啊，在很短时间内就土崩瓦解。然而重建它却需要很长的时间。从希腊的黑暗时代到亚历山大的希腊化时代啊，希腊文明再度在地中海发扬光大，中间经历了上千年。同样，西罗马结束之后的黑暗时代，再到文艺复兴，也经历了上千年时间。文明崩溃容易，重建难呐。去中心化很重要啊。那今天咱们就聊到这儿，谢谢大家，咱们下回再见。